世新大学品德周的活动于六日中午在校内举行，现场邀请到世新热舞社及拿山马古原住民社团进行表演，现场聚集了许多学生到场支持。活动中也为现场前60名排队的学生准备了蛋糕点心和暖和身子的热茶，排队人潮可说是络绎不绝。观赏的群众也表示很喜欢热舞社和拿山马古的表演。今天的热舞社表演很完整，然后非常好看，拿山马古我也觉得不错，对，然后就是觉得今天来看很值得。这个活动共有八个社团参加，分别是管弦乐社、吉他社、合唱团、国乐社、爵士钢琴社、民俗舞蹈社、拿山马古社和热舞社。一块蛋糕，一杯暖暖的茶，使世新在寒冷的天气中让学生倍感温暖。记者林坤庆、林伟刚采访报道。